据媒体报道，近日2013年一组有关冯绍峰的照片再次引起热议。照片中，冯绍峰身穿拍摄电影《狼图腾》时期的服饰，热心地跪地帮助路人修车。网友发文也提到，没想到平时阳光斯文的冯绍峰也有这一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